验货，要先看你的钱，先看钱，先看钱，钱给他们看，一手拿来货，货，对对，你的拿走了，哎，不是，对，完了看我们看货，换我来看货了，哎，老大，怎么样？货怎么样？够纯，够纯，纯的了，你的钱也拿来是货。会带着，老大，就是以属下这种卑微的意见呢，嗯，我们钱也不能给他们，怎么能给他带走呢？他们现在从香港带了，一定要把他抢回来，货拿回来，钱也不给他们。对，我们才来一个对黑吃黑，现在哎哎哎，香港皇家速度组，啊，不要，哎呦，那种家，哎，我收到情报，你们了是啊，港台在这里来一个毒品的交易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现在我现在要来抓钱也抓货，哎，把那个货拿出来看看。哎，这个人，喂喂喂，叫你叫你，你说不要动啊，我不动啊，现在动了，现在都他们跑掉啊，去哪儿？来拿个货，货来验一验，货在这里，钱吧，连我们龙兄虎弟当中啊，为各位邀请到几位来自香港赫赫有名的港星。他们的港剧啊以及电影啊在我们国内都非常受大家欢迎，在我们国内也拥有相当这个庞大的影迷。今天到我们龙兄虎弟来呢，要为各位呈现一段非常惊险刺激，这个剧情曲折离奇的港台大对决。现在一起来欢迎他们的表演，谢谢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大哥，这个黑道讲求就是要酷，要狠。你看这个 pose， 是不是很酷？我看你像星空眼里面的小小太保。我这加入这个组织那么久了，一直没看到老大。这个大哥到底长什么样？老大哪是你可以随便看的？是哎，今天晚上你走运，哎，跟着老大来出任务啊！哎呦，你就有眼福看到老大了。老大好像道上人家这个村子尊称他叫什么？人称他叫做牛眼五霸。叫五霸，哎，为什么叫五霸？两个眼睛啊很大，像牛一样，哎，看到他就很凶煞，哎呦，所以人家叫他老大。老大来了，老大，相公今下都不了，四十岁都干嘛就会话了？哎呦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懂了吗？你能跟他西边公大义卖底下二百转五霸，对啊，就是五霸，我还五霸楼嘞。五八，那五八跟百八有什么不一样？五八真大了，百八，最好是百八。现金带了没有？现金带了没有？那个现金在我身上啊！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是跟什么对手谈交易啊？哎，老大啊，今天我们的这个对方啊，是从香港带货过来的。哦，这大哥，最近国内风声很紧，我们又身怀巨款，哦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没有？哎，这个你放心啊，我都已经打点好了。哎呦，这种交易速度要快，不要拖泥带水的。对方人来了没有？哎，我们来了。错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不要往后一直退嘛。你是大哥，你先这个。大哥，头发长长的是谁？你好像是张飞吧？张飞，听说他现在是主持人啊，还是歌星啊？啊，歌星，他会唱歌吗？以前是卖水果的，以前的。啊，以前的。难得一山好本领，好本领，情关始终冲不过。龙奔，龙流，万里滔滔。江水永不休。他的调子好像起得太高了。当然了，我这是起高，等你唱不上。总有个名字吧？有啊，真正的本名啊，不得了，伯豪啊，白豪啊。而且最近好像还担任杜月笙，哎，那可是这个香港啊非常狠的一个角色。哎呀，曾经演过。那这样子算是门当户对哦啊，这个能上得了台面呢、啊？是。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位怎么样？第二位有一点面熟，好像汤镇业哦。是他拍过什么东西啊？拍过多了，拍过很多啊，像是那个《铁鸡斗蜈蚣》，铁鸡黄飞鸿啊。哎呦，哎呀，还有这个赌圣呐、啊，嗨、哎、呀，赌侠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《逃学》和《飞龙》啊，都是他拍的。哎，那是《逃学》没有一个是他拍的啊。哎呀，他拍的戏多了，
开玩笑，金牌五虎将，对吧？阿伯多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当老大不是那么简单。是是，何必这个潇洒的书生，看到没有？哦、这个都书生啊，书生啊，今年坎城营长。哦，对对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哎，他是张国荣啊。对了，哎，想不到张国荣也跟我们进行交易。张国荣哪那么高啊？啊，张国荣还矮他一截。那他拍过的是？他拍过的是《鹿鼎记》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完全错！哎呦，那怎么会是他呢？现在我们介绍这位是林威。林威，哎，林威他拍过哪些？我来讲吧，《神港奇兵》第一集就是他拍的。哦，有！那这人也整，那有什么稀奇啊？我还知道他最近的作品，哎呦，《水浒传》。水浒传，水浒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下部戏是不是会嘎上？哎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我会讲国语啊，我国内来的。您是北平来的？不是山东。哎呀，乖乖，好、啊。那这么说起来，他算是大圈仔了。大圈仔的人，那这个东西应该是门当户对。嗯。老大危险，怎么样？钱带来没有？你想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要先看看他们的货。哦，还是要验货。要先看你的钱。先看钱。不行不行，钱给他们看。一手拿来的货，对对，你都拿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对，完了，看我们看货，我来看货。哎，老大，怎么样？货怎么样？够纯，够纯，纯的了。嗯，你钱也拿来，是货，货也带走。对，老大，就是以属下这种卑微的意见呢，哎，我们钱也不能给他们，怎么能给他带走呢？他们既然从香港带了，一定要把他抢回来，货拿回来，钱也不给他们。对，我们才来一个对黑吃黑。现在香港王家苏督卓，啊，不要，哎呦，队长，哎。我收到情报，你们了是啊，港台在这里来一个肚皮的交易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现在要来抓钱也抓货，哎，把那个货拿出来看看。哎，这个人，喂喂喂，叫你啊叫你，你说不要动啊，我不动啊。现在动啊，现在都他妈跑掉啊？去哪儿？来拿个货过来验一验。我在这里，不要动啊，钱吗？来看看，不是还不要急吗？是谁？他是谁？郑和是。对对对，那位帅哥是谁？郭富城，不，我还林志颖，张卫健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张卫健不简单了、啊，现在继续演戏。继续演戏，哎，打开来看看。哎呦，那也要？哇，他讲真的。我当然知道是真的白粉嘛，来打开来看看，有多重？有多重？多少安司？哇，我看也有两磅啊。两磅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给你看看。还有。哎。会是披萨，不是白粉。哎呀，你们不是交易白粉的吗？谁说我们是交易白粉啊？啊，对呀。我们现在改行了，我现在我们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军官，怎么可以卖白粉呢？啊，国民党。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健康。千万别弄地下。白粉变成披萨，掌声先鼓励鼓励。哦。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几位香港来的朋友啊，今天他们是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。刚刚有讲到说什么，这个演这个国民党的叫做什么军官。哎呦，你是从这个反派啊正派等等各种戏，然后现在演到这个军人了。对，哦，这是不容易啊。这部戏很奇怪，怎么香港人的电影怎么会朝这方向去动脑筋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啊，是有一个有点原因的，因为是觉得是香港刚开始的砸钱的时间，是刚好有一批军人到香港，到香港政府不把他们当成香港人，把他们当成难民，就赶到一个地方去叫调军里，他们住了40年了，现在政府在明年也要把他们的家全部拆掉，所以现在他们在香港是搞他们。政府赔偿啊，那个搬迁的问题。哦。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，作为一种纪念。哎呦，那这么说起来，导演是哪一位呢？导演在北京。啊。波豪的导演。不是你啊。不是我，是波豪。那你看刚刚不是讲，他是老板啊。他是老板。哎呦，是老板。哎呦，这部戏的老板了不起。所以你看到汗一直在流，很紧张对这部片。一打片就很紧张。哎呦，这你放这个头，非常高兴他们几位到我们节目来，特别帮我们准备了一段这个很有趣味的短剧啊。我们希望你们这一部新戏啊，能够这个缔造最高的票房记录。啊，也希望在台湾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假期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继续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。